Are you ready? Okay, go. 三秒钟，两秒，一秒，欢迎新的王权。他有一种性感的气质，但是不是属于那种要暴露型。那为什么他可以有乳沟出来跟大家见面啊？那个刘明湘不行。那个是大家穿衣服的条件是不一样，你那个人有没有那个气氛？野的气氛。对，是很重要。还有就是你舞台上面表现，你够不够放得开？那个衣服才会帮他加分。那我觉得他是一个放得开的参赛者，所以他可以这样子穿。而且今天要演唱也是一位非常放得开的性感教主蓝心湄的歌，什么歌？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。欢迎王权。